死我了你。小布你干嘛呢？你干嘛呢？揍死我了。你说我都把话说那么狠了，方冷为什么还是要约我呢？会不会是我一把他气着了，他就把我重新想起来了？你当人类的脑子是气球呢？一充气就能用？方冷都跟你分手了，肯定是要见上最后一面算清楚呗。算什么呀？这你就不懂了，人类的男女在分手前都会清算一次，该吵的吵，该骂的骂，有的还会抱头痛哭呢。反正把亏欠对方的都算完了才能分，我猜这大概是一种仪式吧。可是我不欠他什么呀，那这样算起来我信号器还在他身上呢。对啊，你们都要分手了，要是再不把信号器拿回来，以后你就没机会了。你说的简单，他要是不心动，我怎么能感应到信号器呢？要是乱取会伤到他的。那我们也不能一直留在这儿啊，难道你还嫌方冷不够讨厌你啊？那怎么办嘛？哎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，就是其他办法能让他心动的那种吗？让人心跳加速的方法，查询中。哦，有了。什么？壮阳肾宝片，让他心跳一整天。壮阳肾宝片，这怎么听起来怪怪的呀？这是网上排名第一的广告，无色无味无伤害，人类的广告总不会撒谎吧。也行吧。